哎，今天听说换了一个姓董的主持人，看看他播的新闻怎么样。本台消息，楼市降价潮在全国逐步蔓延，地产界公开宣称2012年要过冬，中国楼市到底要往何处去？专家的观点是，哎，这个节目真好看。未来2年房价上涨不可能，但房价下跌不会超过15%。嘿，三年之内还涨了，嘿，声音太小了，声音太小了。喂，好，继续啊。虽然预测房价不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，但是专家表示，在未来，好，哎，台长说吃饭去了，不是啊？台长说吃饭去了，哦，吃饭去了，那我走了，一会儿再说，拜拜。哎呀，这不错呀。这就是矮点儿，我觉着哈，我去拿东西，坐着都没人了哈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这是可以调的。是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又换了楼市降价潮，在全国延漫，这字不认识。地产界公开宣称，2012年要过冬，中国楼市到底要往何处去？专家认为是，哎，专家是这么认为。调的，专家是这么认为的啊。现在体育台，看看体育，看看解说足球。各位听众，各位观众，我是韩大嘴，现在向您转播足球。也许现在转播台球。刚刚坐在电视机上，什么原因？电视机上比赛结束。头球，女裁判呀，把球踢进去了。好极了啊！前有追兵，后有总结。好，再见。好球，好球啊！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下次再见。